家好，我是 Nicole。 今天呢我就約了同 OEN 出去的，他就說想去逛街啦，我就順便去買我 friend 生日禮物。其實我 friend 是上個禮拜生日的，都有 Coco Talk 去送份禮物給他的，但是我們明天才見面啦，即其實明天才叫做慶祝生日。那我慶祝生日的時候呢都要有份禮物在手，好像會開心一點。那我就今天出去看看有沒有東西適合他，如果有的話就是啦，慢慢明天送給他啦，如果沒有就希望他看不到這條片。Subscribe, like, comment, share。 咁我而家咧就系大素颜嘅状态啦，我啱啱洗完面，净系搽咗个 lip mask 嘅啫，咁就谂住同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好中意嘅护肤同埋化妆。而家已经系3:19啦，我系要3:30出门口，所以而家系极速化妆咯。咁首先咧，我平时洗完面咧就会即刻用呢一个爽肤水啦，咁我就会用手咁样好快嘅拍上面。我覺得佢呢一隻用上去嘅感覺咧都幾清爽。最近咧終於揾到一隻係我用到然後覺得好好用嘅 serum 咧，就係呢一個 Glam Co 嘅。其實我唔知有冇讀錯佢咩 ，Glam Co 應該係係啦。咁都係佢寄俾我嘅試用品啦，但我真係一試就愛上咗佢，因為佢係好水啦，同埋佢嘅味道咧，哎呀，是沒有香味的，所以呢它是我這些敏感肌都用得了，還有它真的勁保濕，但它不是那種會令我生粉刺會粒黐黐的那種精華，它是一種清爽保濕型，所以我是勁喜歡用它。然後用完它之後呢，我就會搽這個 Panner 的 cream 啦。其實這個之前呢都是有一條片出過我喜歡它啦，都是試用品來的，但是我已經回購它，現在是我的第三罐了，愛不釋手，我是換不到它咯。這個呢如果我日頭搽我要化妝的話，我就不會搽太多的 eye cream 呢，我就用這個 Lancome 的這一款。 eye cream 呢我都是沒有太大的感覺啦，因為我本身眼紋太深了，所以我都不知道防皺功效啦，可能它沒有令到我皺紋加速增長，可能已經是一個非常好的eye cream。好啦，咁護膚嘅 step 咧就咁樣完成，然後開始化妝咧。咁我最近勁中意用嘅，都我之前喺 story 度有提過啦，都有收到 DM 問係用緊邊一隻嘅 tone up cream 啦，就係呢一個。佢個 tone up 效果我都係非常之滿意啦，保濕效果咧我都係非常之滿意嘅。同埋咧，我係試咗好多隻，搽完之後唔會生粒粒嘅防曬啦。咁我終於就遇到佢啦，仲要佢有 tone up 效果嘅，我非常之滿意啊。咁我就咁樣會上曬全面咧，然後就。就咁用手就推，因为最近韩国已经开始好热好潮湿咧，我就唔想搽太厚嘅 base， 会令到戴完口罩之后会好焗好辛苦啦。咁所以我就想试下，哎，不如用 tone cream 啦。点知一试咧就爱上咗佢咯，真系好好用。我呢个系一定会回购咯。我觉得系有少少遮到毛孔嘅感觉嘅。就因為咧，我都有好多瑕疵啦，咁所以我就會用翻 concealer 嘅。咁總之我就用呢一個 Camac 嘅，呢一個係我翻香港嘅時候咧，同我 friend 行街嗰陣見到佢係寫住 bestseller， 咁我就手痕就買咗盒翻嚟啦，然後堅好用咯。咁佢呢度有三隻色噶嘛，我最深嗰個色咧就愛嚟遮黑眼圈嘅。因為如果好趕時間，好似今日咁樣咧。我都是直接用手上，哇！你見唔見到佢係勁明顯咯？好啦，跟住遮完黑眼圈咧，我就會用翻中間呢個色咧去遮啲紅印啦。咁譬如呢一度咧好紅嘅話咧，我就會遮一遮。咁因為佢保濕度係非常之夠啦，其實佢上呢啲面嘅位咧都完全冇問題嘅。呢啲紅印位啦，我都會上。然后呢一啲暗疮印，我就会用佢入面附送嘅呢一支扫咧，我觉得佢啲扫都劲好用咯。咁佢有一个头咧系呢一个海绵头啦，同埋一个扫嘅头嚟嘅，即系呢啲一粒粒嘅暗疮印咧，我就会用海绵扫去染中间啲嘢色。咁样点完之后咧，用手轻轻咁样 brand 翻匀佢，就消失咗啦，系劲神奇咯。好啦，跟住就到 highlighter 呢一啲暗沉位咧，我就会用最浅色嘅呢一只，就系咁样染啲啲啦。哎，直接咁样当 highlight 用。
好，咁个底咧大致上完成，最后咧我就会上埋墨粉，就用呢间我到而家都唔识读佢嘅名字，唔识读佢嘅名字，但我又一次都冇去揾过佢点读。咁我都系轻轻上一层，纯粹系想佢唔好咁容易推开，跟住惊佢会空下油嘅啫。然后就到这个 shading 啦，咁都系用我呢个已经 heat 晒 pan 嘅，但其实佢已经有少少过期咯，但系我冇理佢，佢太大盒啦，一直都用唔晒，但系佢又几好用啊，好难抌咯，我觉得呢啲化妆品，双下巴个位一定要上，我双下巴咧系上得劲深咯，我想镜头面前睇唔到我呢一个双下巴，虽然都系会睇到。其实我已经在这里在找一些消脂针的医院可以去整走个双下巴，我厌倦跟他生活了，每次拍片呢看到自己双下巴这么伟大呢真的会很颓的剪刀。好，剪刀我就会这样染两个小小，然后真的很少，因为最近都喜欢一些没那么深地影的妆，好像要自然一点。好，差不多就咁啦。哎呀，我唔记得搽胭脂又上咗嗰个墨粉添。胭脂咧系准备咗呢两只，系一个 Camic 噶，佢呢两只色都劲靓咯。啊，咁我求其搽呢一个红色嘅呢一只，我呢个系16号色嚟嘅，佢系好自然，有种血色嗰种感觉嘅，所以几中意用佢嘅最近。但系啊，佢而家有少少难推开，因为我搽咗墨粉。我平时应该是查了它才再查定妆的，忘记了好，接着就到眉毛了，因为眉毛其实现在我是有漂到眉的，那它只不过是会有少少甩色的状况，那可能就会用刚才那个 shading 呢，这样轻轻填一些窿窿我就 OK 了。 OK， 好了，可以快出去了，就是迟到了。好，接着就到眼睫毛了。眼睫毛液，我就用呢一个 I'm Uni 嘅，OK， 好，因为今日冇时间关系，我就唔画眼线，亦都唔画其他嘢啦。跟住就到唇膏，呢一个系 Remake。呢只色都系劲靓咯，好似系本身唇色嗰种血色感咯。但系咧，佢上完一层之后，因为佢系 tint 啦，其实佢都会即系有种搽得唔均匀嘅状态。但系咧，只要搽得一层，唔好推开佢，等佢 setting 好，好似会少少吸收咗喺个唇嘅表面嘅感觉，然后先至再轻轻咁样印翻佢咧，咁佢就唔会有嗰种唔均匀嘅状态咯。好，完成啦，咁我而家去换个衫。OK。出门口啦，咁准备咗饰物咧，我就出门口先戴嘅。转头到咗再影俾大家。我而家嚟到江南呢边啊，呢度系一个坑间族。其实我之前咧影街景嗰阵咧，都有嚟过呢边嘅。因为佢呢度咧，所有啲咖啡门口咯都几好影，好似我而家后面呢一度呢间啦，跟住转头应该系呢条街，系而家我行紧呢一条街咧，都有劲多间咖啡门口咧都好靓。佢呢一间嘅门口都几靓，但系佢其实佢系食嘢嘅，我之前食过，佢系食啲兔白，即系啲盖饭咯。我已经话佢而家啱啱先脱完袜，咁我可能喺度行一阵，佢就应该到啦。哇！而家韩国真系求其一条街都会揾到呢啲即型即有机，
OK， 佢就揾咗一間係食咖喱，佢話好好食。跟住上次同朋友嚟食唔到，今次就要嚟補償翻。我已經行到啦，其實好似係呢一間。沙堆附近其實冇乜嘢行咯。咦，佢隔離有間飾物鋪，我入去睇下先。我諗住入去嘅瞬間，個店員跑走咗，你見唔見到佢？佢應該係咪去廁所？好似幾靚咁樣咯。今日竟然遇到我代購嗰間鋪頭啊！因為我自己一個人行咧，我驚佢唔俾我影片。我 M 過埋嚟嘅時候咧，可能同佢一齊行咯。又見到一間，又係影啲相。我又遇到一間我代購嘅名牌啦！呢件 T 恤咧係真係紅到癲咗，前一排係每一個韓妹身上都好似著緊佢咁樣。我以為佢落咗車啦，我而家即刻行翻嚟呢邊咖喱店度等佢。我靚遠見到佢啦。Jennifer， 我勁緊致喎呢一個位。咩啊？黑古仔係咩㗎？提升咯，即係呢個咁樣放曬上去咁樣咯。我都想做啊！我想去打消脂針啊！消脂針係放大，我而家係因為減肥已經減到咁上下。哦，你拉係啦，我就提啦，咁樣拉咗上。係因為我啱啱做完咧，有少少紅，嗰塊面係有少少腫嘅，咁減咗嘅話，即係其實更加明顯，都成為隱患。我仲未有買到，你咪 sell 緊我？自費㗎，大佬。最緊我哋今日咧就係嚟食呢一間咖喱鋪啦。耶！我見到你已經勁 high 咁樣，自己一輪嘴喺度講嘢。係，你 call， 我都想買頂綠色嘅帽。綠色係咪勁多次鋪啊？係啊係啊，我已經預備好我嘅卡㗎啦。大概我十幾萬萬咗，嗰間鋪我有個套間㗎。我見到我有個套間 lock 嘅低落。哇！嚟呢個行街係正㗎啦。就係我覺得我今日同佢好襯啊。得 ，OK， 可唔可以幫我影張相？你可唔可以幫我影張相啊？可以啊。多謝江姐，金主 ，yes， 我咁樣影佢哋，你冇著衫咁樣咯，哇，即係成日話我好淫，我淫底啊，你發咩單？好食，就係一個番茄咖喱飯。完啦，你嘅介紹。介紹完啦。嗯，好好食哦！嗯，好揀錯喎。而家好興呢啲咁樣嘅 QQ 牌，係 Mary Jane。呢個幾 Q 喎？係啊，佢係魚蟹嚟個，係嗰個 Coolian 嗰啲邊個？二十五、二十一嗰套韓劇嘅女主角啦嘅代言。啲想象中晒喎，佢啲鞋。我哋又行咗幾多間飾物鋪？好多間啊！呢度嘅飾物鋪都俾我哋行曬啦。我今日影得好似你冇著衫啊！我就快會唔著衫行出街啦！我覺得我越嚟越暴露。哇！我都人設係越嚟越誇張。你會唔著 bra 出去咯？我覺得去到咁樣。逐漸見到越嚟越尖啊！你都唔 keep 咁啦，行咗有五六間，即係有嘅所有飾物鋪都入曬去啦，冇一間咯，即係就算係香水鋪啊，我都覺得冇乜靚咯，可惜。係啊，好啦，如果 Tiffany 見到條片，條都有，好多鏡啊，點算啊？好忙啊！我哋好癲啊！嗰我哋兩個OK OK， 哇哇！點解你會喺度嘅？好啦，我哋而家咧嚟到呢间 cafe 度坐低咗，终于坐低咗，影完啦。我哋头先入到嚟呢度有冇影咗？有冇一个钟？最少四十分钟咯。真系我已经好耐咗。而家仲要有一个劲有耐性等我哋嘅一个雪糕，应该就系放我哋呢啲人咧影到天荒地暗都唔会用嗰啲。
佢呢度真係好適合影相，真係好勁貼心。我啱啱先見到個化妝袋咩出咗咩事？有咩問題啊？你有冇知道？有咩問題啊？好，咁就 follow 埋我哋 Instagram， 我哋下條片再見啦。